网曝宋慧乔玄彬疑似复合，景甜自曝双眼皮整形失败，气炸铃友友热吻许幻山。宋仲基、宋慧乔离婚后，宋慧乔频频被曝与前男友玄彬复合，如今又有网友爆料，看到两人深夜一同遛狗，还有照片为证，直指两人不但复合，更可能已经一起置产同居。事实上，在今年2月，韩网论坛就开始流传，玄彬和宋慧乔在金鸡道阳平置产，一起买了套大别墅，网友扒出了二人这段时间的动态，分析了二人复合的可能性。网友指出，宋慧乔发的遛狗视频里面出现的男性手臂疑似是玄彬的手臂，目前玄彬宋慧乔双方都没有回应。据悉，宋慧乔和玄彬是在2008年合拍电视剧《他们生活的世界》结缘的，合作两个月之后发展成为了恋人。直播中，景甜称因拍戏总在双眼皮贴酒精胶，严重过敏后决定做双眼皮埋线，谁知埋线失败变成了悲伤蛙。随后还暖心提醒想做微整形的网友，一定要挑好医院好医生。林友友壁咚许幻山，热吻许幻山，许幻山，你是在乎我的。